你看我像你儿子的样子吗？愚蠢的人类，你有儿子吗？没有儿子，你上来问我，去找个男人生一个。但是生出来的也不一定是儿子。正在安全押解霸天虎罪犯，最高警戒已开启。抵达一层，北京巢穴部队总部，请勿靠近升降机门。你知道霸天虎的口号？来，大声说出来！霸天虎，撤退！很好。威霸天是什么东西？威霸，我叫威震天，我的部队叫霸天虎。太逗了！你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，还是我忠实的粉丝，你说出去，你人信吗？今天知道了，那也晚了，知不知道？那你拍不拍？我不拍。还敢命令我？我就不回去，你过来。我不要跟你和好，你下去，让他上来。你不走，那我走。你上来，我命令你解开我心上的枷锁。你是要跟我拜天地吗？但是我没有看上你，知道吗？没看吗？把你的手放下来！我并不喜欢你，知道吗？你来自哪里？告诉我，我的心里能装下你这么大个吗？愚蠢的人类，说话都是经过思考吗？下次穿一个长一点的上衣，知不知道？你不觉得尴尬吗？你们两个，现在跪下，让他们看看。就说我才不是单身狗。你们人类实在是太恶心了。我今天一天的好心情都被你们两个给毁了。大庭广众之下的也不显丢人害臊。不过好像还挺有意思的。这人类啊，那我给你取个名字吧，人类，让你两个脑袋怎么样？很好。你去，你去排队吧。愿意加入霸天虎军团吗？啊，那你赶紧走，离我远点儿。不愿意，那你在这跟我废什么话？你愿不愿意？不愿意，我就把你踢下去。这还差不多。让你加入霸天虎军团的第一个任务，我现在就给你，怎么样？不行，不可以，必须接受。把刚才那个不愿意加入的人给我干掉。听到了吧？能不能做到？我感觉你比他更强大。没错，把他干掉。看什么看？你怎么上来跟之前那个人类做一样的动作？你们两个是一伙的吗？没有。我现在只能靠残存的能量生存，坦白来讲，我相当的饥饿。我现在搞不来食物和能量，愚蠢的人类，如果你可以为我献出你的价值的话，我可以考虑到你像宠物一样活下去。
赤尾，哎呀，赤尾，我搞起能量来，听见了吧？知道错就好。你们大声点儿，我听不清。我是站着，怎么了？胡尿尿，你在说什么蠢话？你不算。我不问你，一加一等于几？你觉得我会回答你这种愚蠢的问题吗？那我考你的问题怎么样？我帅吧？不帅。好，回答错误，赶紧下去吧。你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？你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是什么东西？你来告诉我。你会比眼吗？想比什么比什么？我不比，你看我的手能比吗？啊！我不爱你，转过去。告诉我，你是谁派来的？擎天柱派来的。擎天柱派来的？你跟他是什么关系？我的大哥。你是擎天柱的大哥，你信不信擎天柱会一拳把你打爆？我问你，你信不信？不信。那这个女的是谁？是擎天柱的大嫂吗？过来，小家伙，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？走吧。你下去干什么？你害羞了吧？完了，俺们两个不言不语，还一脸娇羞的样子，多半是有点事情。前面那些人，你们说我的眼睛是不是非常雪亮啊？是。啊，如果是的话，那就祝你们两个幸福。你们两个。看上去还挺特别的，尤其是我右手边这个姑娘。右手边我怎么一堆格？右手边是我，我吧，我右手边。哦，你说的是他呀？啊！你们两个怎么那么笨？我都说了是我的右手边。啊！争什么？你不喜欢我吗？你不是不喜欢我吗？你缺女朋友吗？那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：你们两个喜欢我吗？喜欢。喜欢对吗？那我也喜欢你们。二选一，二选一，二选一，没得选，谁都不要。威震天，想跟我握手吗？你捂耳朵做什么？太吵了，我还嫌你吵呢。下去，我不想跟你照相，没用，握手也没用，我就是不想跟你照。慢一点，拍一张就行了。你要不要听我的话呢？那你跟我比心做什么？看来我会错意了是吗？你这个包是不是大黄蜂发给你的？大黄蜂一天到晚只知道放一些恼人的杂音，弄得我的音频接收器都不好用了，知不知道？把你的包还给他，再投降嘛！太难看了，举高一点，振臂高呼，威震天万岁！大点声音，高呼三遍，三遍万岁！你在愚弄我吗？行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耐心耐心的，我不想跟你说话。啊！你在挑衅我吗？有种你回来！你的头上是什么东西？看起来很别致。把它拿下来给我看看，在选择之前放下你那愚蠢的手。怎么，你想挑战我吗？上来，别下去。你们的关系看起来也不怎么样。那么话痨，你家人知道吗？除了照相，你们还有别的追求没有？你亲他一下。哦，这就对了，不害臊吗？你也亲他一下。快一点，让我看到。你们穿的有点少，不冷吗？嗯、啊。希望你们的包里带外套了。他是你的什么人？你妹呀、啊！那底下那个人是你们的什么人？
你妈呀，好吧，听你妈妈的话，除了妈妈的话也要听我的话，知不知道？告诉我你们三个是什么关系。听到大家的嘲笑声音了吗？你们的关系有点乱。威震天万岁。